好，今天我们开始介绍这两个字念夫，这个念念夫。好，夫爵。你如果没有看过这个病，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那有幸呢，我看过。好，这个人呢，但能前，不能却，只能往前走，不能退后。不但不能退后，还刹不住车，好，还有走撞了墙，好，还跑了走在美国的时候走到别人邻居的院子里面去啊，摔倒，好，好，然后这个呢，但能前不能却，这个是叫做次，好，这个字呢念串，好串，串。串就是承山穴，啊、哦，承山的地方，啊、哦，承山穴，入两寸，就是太阳经受了伤害。所谓入两寸，我们既然要扎承山，这个小腿呢，这是腿哈、哦。那一般呢，如果你是牛奶喝多了，这个踝就比较大，足踝裸会比较大，啊、哦，这是腿的肌肉。真承山的时候，手要在手底下摸了他的足的胫骨，针从这边下去，直接砸了碰到骨头，也就是说从腿背直接砸了前面的骨头。那你如果你手不在前面，你就不晓得里面针进去的方向是左右啊。好，所以我们手很天然的，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能力哈、哦，那手放到这边，你自然而然就会砸到这个骨头。就不会失误，一定要真的碰到骨头才可以治好它。好，太阳经受了伤害。好有没有这种呢？有，好有。这个呢，跟这个常常同时出现。好，一般来说，你看到这个人呢走路，你病人来找你，好，有两个人搀扶的进来，坐到你的门。那个诊疗室里面，你看他的手这样抖，他不自主的一直抖，哦，一直抖。然后呢，你把他手按到不抖，你看他的肌肉还在跳，哦，那严重的时候人身上都会晃，哦，这个就是后面要介绍的。病人常以手指痹，啊，肿动，此人身体润润者，藜芦、甘草汤主之。好，为什么是这样？就抖啊。有一般来说抖右手，哦，抖右手很多。那平常这个人就是手就这样子，常常会这样子。然后你跟他说不要抖，他就停下，不动。然后他过一下他忘掉了，他就开始抖。好，那如果是Parkinson，那是你叫他不要抖，他还是照抖。这个呢，你叫他不要抖，他一专心的时候就不抖了，他一不专心的时候就开始抖。好，为什么是用这个藜芦甘草汤？这个药也不见。好。这个病因呢是痰，哦，痰饮造成的。那你们说啊，老师，痰饮我们前面有很多药啊，半夏、天南星，好，《本草经》的《神农本草经》里面的天南星，我们的甘遂，好，这个还有这个像祛痰的这个长山苗，对不对？还有这个杏仁也可以祛痰啊，好，所以相当多的祛痰的药，皂荚。那老师如果怎么不用，一定要用这个藜芦，有原因的。好，因为只有这个药能够清除血脉、神经里好的痰，也就是说，这个人痰是痰饮在经络上面。在经络里面呢，你用别的药继续清不出来，好，必须要这个药，好，这个药，也就是藜芦甘草两味药而已。那一般我们只要遇到两味药的，藜芦呢都是甘草的两倍，好，大黄是甘草两倍，好，桂枝也是甘草两倍，好，半夏啊诸如此类的都是甘草两倍，那这个药就没有了，其实就是两味药。那这种病人有没有了？有，
啊，你以后你一看到，你要知道他是不是 Parkinson 很简单，病人在你面前抖啊，你说停，不要抖，他就不抖了，这就是，好，藜芦甘草糖症。那如果你叫他不要抖，他还是抖，那就不是这个处方。然后你就问他，你看他手在那边抖，哎，先生，请问你，你走路的时候是不是停不住车，是直接撞到人家家里面就摔倒？哎，你这个医生很厉害，你哪里摔对不对？好，就是藜芦甘草糖。那这个症呢，出现在这个人呢、哦，有个性，倔，好、哦，心里面很害怕，怕死，好、哦，看到别人死了，自己很紧张，紧张以后慢慢日积月累以后呢，这个痰饮就跑到血脉神经里面去，所以如果回头看这个人就是倔，好、哦、怕死，这不晓得有什么好怕死的，大家都会死，对不对？有什么好怕死的？哦，他就会惧，到头来就是这样子。好，那如果说他从六十岁就开始怕死，对，到了90岁还没有死，那很痛苦啊。哦，对啊，他都抖了30年啊，吃饭然后那个筷子也飞啊，那个食物也到处飞啊，拿个汤匙就飞走，好，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要把这个药找出来，但这个药可以把这个病治好，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惧去掉。哦，经方里面呢，唯一一个能够壮胆气的药，好、哦、是细心。好、哦，我找了半天只有细心，其他都没有。好、哦，这个我会把它找出来哈、哦。按照《本草经》的定义，它长得很像葱，然后上面有个白花，然后从那个这个药生了很多的毛，白毛。好、哦，过去呢有这个临床的案例，就是饥荒的时候，中国大陆以前很多饥荒哈。哦，那饥荒的时候，那个他没有饭吃啊，没有东西吃，就把这个拿来吃。他看到路边有这个，就采来吃。采来吃以后，吃完以后，哇，吐很多痰了。好、哦，他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吐了痰以后，哇，身体非常好，精神非常的神清气爽。那原来这个老太太就会抖，啊，就从此就没有抖了，这个药就出来了。好、哦，就是当年有这个案例。接着呢，我们大家来看转经。好，抽筋，这个人呢，手这个臂脚绷紧的紧的哈，脉上下行，就是抽筋啊，拉好，这个筋会好，这个有转筋，微旋转筋入腹者，积死白哈，这个诗呢印错了哈，应该是这个诗才对，这个积死白呢，就从鸡大便里面找那个白白黄黄那个东西哈。我才不要吃呢，因为我有没有很好的方子？你不要去吃它哦。老师，我常常抽筋，我就吃那个。其实这个当年我们是这样子看，实际上现在来看就是缺钙嘛。好，就是因为鸡呢，它是多食多东西吃啊，多吃的时候，有些谷类它掉到那个岩石上面，它就一吃把它沙子也吃下去，吃下去以后，鸡的胃可以磨碎以后排出来，哦，质变了，就变了，本来是很细，后来排出来变成白色，啊，白色以后就是钙在里面。那你可以多吃一点高钙的东西，好，还有呢，我们如果脚抽筋，好，痉挛，你们大家记得我讲的话，这都是《黄帝内经》的，好，在《本草经》有提到，好，肝急，对不起哈，肝苦急，好，急食肝。以缓之，好，那这一句话呢？那有用到什么程度？待会我后面还会介绍给你。哦，老师，这个是不是急很急，叫脚抽筋起来？对，如果抽筋起来的时候，你赶快去厨房泡，拿个糖放在水里面泡开来，一口喝下去。那你放的是白糖就没有用啊，人工糖、精炼糖没有用，因为以前古代没有精炼糖，好，现代才有。好，那我们用蔗糖，所以家里面常常准备一些蔗糖，或者一些。好，砂糖之类的，好，从甘蔗里面提炼出来的，遇到抽筋的时候，泡糖、泡水、糖水喝，好，就可以把筋解掉。好，这个就是肝嘛，肝胃，好，肝胃，好，待会儿还介绍另外一个肝胃，你看它的力量到什么程度哈？我们用经方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处方，然后你知道它的药性，知道它处方的性以后，你们可以用很简单的处方来解决很重的一种病，好，都可以，只要你用对。好，这些都是这个处方哈，这个都可以缓筋。好，那你说，老师，我吃那个香蕉，
木瓜，木瓜都是中药啊，好，当然可以啊，好。这个不要去吃，不要神经病。好，接着下来呢，大家看阴壶散气，好，偏有大小，就是男人嘛，那个睾丸有大有小，就是时上时下跑来跑去。那蜘蛛散，这个蜘蛛呢，你不能随便去抓个蜘蛛来烤，没有用啊。好，它呢一定要这个一个房子，东。南、西北，好，要东南角这个做那个蜘蛛的结网的蜘蛛才有用。好，在别的地方，你看人家那个毛毛的蜘蛛，脚很长的都没有用，一定要脚很短的，身体很大的那种蜘蛛才有用。好，那你要抓一票来啊，把它烤成灰再吃，散气。那你如果说，那老师，我这个蜘蛛伞实在是难以下咽呢，我看过用。我自己没有用了，看过用，效果很好。那我们有没有别的好的处方？像这个蜘蛛和那个桂枝两个用在一起，有处方我们有两个处方，第一个处方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就是防己黄芪汤。防己黄芪汤呢，就是睾丸里面是积水，睾丸那个亮晶晶的那个水好像那个睾丸变成水泡一样气球里面很多水。冲起来，防己黄芪汤症。第二个呢，是睾丸有散气的时候，我们用当归，胜利汤。我用这个当归胜利汤光光是用这个当归胜利汤做加减。临床上的时候看我们血癌的病人、红斑性狼疮的病人、尿毒的病人，都可以用这个处方来解决。那你如果说我们在当归胜利汤里面，我们加点梭沙，梭沙的中药2000，生麻，过去呢南派喜欢用，这个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汤能够提升它的中气，其实就是我们靠这个生麻，生麻，那可以收提它。那你如果说你会针灸，针灸，那我们下针下大敦，大敦穴，隐白。你大敦穴在大拇指的旁边，脚的拇指旁边很痛啊！你一好砸对侧，如果是右边的睾丸那边散气坠下来，你就砸左边。那砸大敦，你一下就砸一痛啊，一痛就收起来了。收起来。那有一种散气的袋，就是那个药那个设计好了那散气袋下面有两个木头，那你可以病人一带起来就把那个散气顶进去，那你再吃这个药，用当归胜利汤做加减，不用去扎蜘蛛了，吓死人了。那你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要对病人要老实啊，要一定要告知善尽告知的义务，这是法规嘛哈。来跟病人说我这是蜘蛛，把他吓死了，对吧？又讲也讲不出口，这也不需要。接着下来呢，大家看这个虫，蛔虫、蛲虫啊，肚子里面有寄生虫。这个几个条件很简单的一个，我们如何知道病人有虫？诊断的方式好。有人肚子痛有虫，你从脉上面如何看？这第一个他的发问是张仲女士说了，肚子痛，这个肚子里面痛，脉应该是沉若悬，因为在里面嘛，病在里面，对不对？沉是不是病在里，悬是比较寒，结果这个脉反而宏大，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有蛲虫、蛔虫在身上。所以虫的脉呢，脉是大的，肚子痛脉大，一般的你说小健中汤症或者怎么样，那脉都很小，由虫之为病呢，令人吐也，嘴巴呢吐口水，心痛就是胃痛，发作有时，毒药不止者，甘草粉蜜汤。这个甘草粉蜜汤是比乌梅丸更上一层，在经方里面呢，最强的打虫药就是现在介绍的甘草粉蜜汤。那这个虫在肚子里面，过去呢，我们有很多像用吸粉、用雷丸，还有一些死菌子，这些都是打虫的药。那我们经方在《伤寒论》我们介绍有乌梅丸，那个由虫从嘴巴里面吐出来，有吐虫，我都看过，病人吐出来白白一条的小小的，一口就是一吐就是虫出来，你看到很恶心啊。他如果是吐虫了怎么办，对不对？那你还假装的不动声色，对不对？
当医生哦，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你的手伸出去，所以你们在我诊所临床的时候，我每天早上检查你们的手，手指甲一定要干干净净的。你手指甲出来是黑的，按摩病人脉，病人一看你的手指甲是黑的，心已经凉了一半，对不对？所以手一定要干净。这是重点。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安静，静如处子，不动声色，不管他怎么样，脑筋很清楚，不要慌，病人慌你也跟着慌，病人也紧张你也跟着紧张，这个都不对的，就是好的经验不够，那这个甘草粉蜜汤一定要配合的方子，甘草二白粉，千粉，这个还有白蜜，这个白粉呢，有两派，日本的很多经方家，日本的经方家像这个大冢进捷，这个好几位哈，东洞吉义，有人说吉义东洞，我日本话我不会讲，所以他吉义东洞还东洞吉义，我搞不清楚啊。那这些经方家呢，他们认为说这个粉蜜了，白粉的是米粉，因为米粉大虫我都不相信，他为什么说吃下去肚子不痛？很简单啦，那个虫你想想看，用死菌子、用雷丸、用吸粉，那种打都打不出来。那你这个虫吃下去，虫肚子饿啊，对不对？你一喂下去，它米粉太好了，它一吃完它就睡觉去了。当然吃你那个一喂下去它就不痛了，对不对？喂，其实这样虫还在里面，并没有出来。后来我们去研究啊，去研究查了很多的过去的一些经验，这个白粉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千粉。千粉怎么来呢？是由烧水银。水银啊，拿个杯子，这样子，水银呢放在盆里面，这样火在下面烧，烧了以后气化上来以后，烧干了以后，水银会有一层粉，粘在这个杯打开来以后盖子上面，真正下面的残渣不要用，只用上面的粉。这个就是这里讲的白粉，颜色就是白的，又有毒哈。那你如果说不加白蜜，我们要设计一个药打虫，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虫吃到毒药，人没有吃到，对不对？好，你如果不加白蜜，光是甘草，因为甘草就煮完就是甜的水嘛，那你配上那个粉煮好以后吃下去，那肯定那个虫很聪明啊，虫吃到甘草，那你吃到是白粉。对不对？所以为了让虫没有选择，蜂蜜加进去，因为蜂蜜很粘稠，它跟煮在一起的时候变成稀饭，你没有办法分开来，所以虫就会去吃，虫一吃一定会吃到白粉，好，目的在这里面，所以会有白米，好，就是，所以我们特别这个名称呢叫做甘草粉蜜汤，所以你如果没有买不到蜂蜜，不要煮哦，那老师蜂蜜不重要啊，不行，这个非要蜂蜜不可，好，不然你的病人吃到白粉、千粉。好，这个虫还在那边，病人死掉了，虫还活到，好，因为很毒嘛，你看，所以说煮法呢，你可以先，你看三味呢，以水三升，先煮甘草，三碗煮两碗，然后把甘草丢掉，再放好粉蜜搅和，对不对？然后煮入薄粥，这样子吃的时候，那个虫就没有办法把那个蜜跟那个粉分开来，虫这一吃虫死掉，像你乌梅丸吃下去以后拍出来都活了。因为那个虫是逃走了嘛，不是死掉排出来的哈，是逃走了。你为什么又苦又辣，对不对？又这个味道又腥，对不对？所以说那个虫闻到的味道，根本是那个举家搬迁的，根本是逃出来的。所以它虫卵什么通通带出来哈。这样，如果味道没有效，大家就要讲到甘草粉蜜汤。这个游厥者，其人当吐游，这个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病者进食复返，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进的时候就是从睡觉睡吃饱了，那从肚子饿跑出来之后就会反了，所以病人情绪在那边动来动去，你就知道那个虫在那边活动。那我们诊断，如果一个病人他这个哑巴，或者他两手没有手，对不对？你要手拿出来，他没有手啊，那怎么问你怎么处理他？看他的。舌头下方就是我们那个拉出来这个把那个下嘴唇拉出来，看牙齿和嘴唇交缝的地方会很多白软，白色的软，还有眼白的里面会有一些蓝色的点，蓝色的点，这都是代表肚子里面有虫，
还有我们的百虫窝啊，我们的那个针灸里面的百虫窝，都可以协助我们诊断，好，里面有虫。好，那这里呢，好就是乌梅丸。那我们在《伤寒论》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乌梅丸，所以这里我们就不要重复的介绍。好，对，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好，现在我们进入呢妇人这个妇科。妇科呢，妇人呢，女孩子家跟男人其他都一样，桂枝汤就桂枝汤，葛根汤就葛根汤，只有怀孕不一样。好，那产前产后我们如何去处理它？现在就开始介绍。好，还有女人一些妇科病。好，那男人没有。好，只有特殊，只有女人有。好，那现在就开始介绍这个，其他的男人女人同样的处方都是一样。比如说你得了一个油虫，对不对？你要开乌梅丸，那个女的吃甘草粉玉米汤，男的要吃乌梅丸，没有这个区分。好，那好，你知道我意思，其他都一样，就是这个现在开始女人独立开来，好，不一样。好，不要那么笨哈。如何知道这个太太怀孕了？好，这是古法。你要不要知道以前古人的东西？可以知道啊。万一说你这个哪天你坐在飞机上，就飞机失事掉下去，你就掉在一个荒岛上面，这个对不对？你没有什么夜尿、西医的东西，你还要记得要用啊，对不对？好，你一用了很厉害的话，荒岛土人就把你当成那个土债主哈。所以说也是还是要知道一下比较好啊，万一不信，对不对？那如果现在你去夜尿很快啊，如果去试，我都叫病人去试，因为你罗明嘛，哈，利用西方医学的专长。那你夜尿也没有关系，也不会侵入身体里面，没有什么祸害。过去呢，中医的诊断，一个太太，平脉，正常的脉，阴脉讲尺脉，好，尺脉讲的就是少腹。我们一个人呢，身体，胸腔，上面是寸，关，尺，好，肚子是尺，这个是肚脐，好，肚脐，寸关尺，所以讲尺。好，讲阴脉就讲此小弱，这个人渴呢不能食，好，无没有寒热，什么病都没有啊，就是吃东西有点恶心，有点渴，好，这就是怀孕了，好，所以怀孕呢是正常的哦。你这个太太小姐们，你如果不会怀孕，是你不正常哦。太太你会怀孕是正常嘛？哈，也就是说你当个医生，那个太太的一个小姐来找你看病。她本来是已经结婚五六年都不会怀孕了，可是她来的目的没有想要怀孕了，好，感冒来找你，好，结果你帮她开始治她的病，比如她胃不好啊，便秘啊，就你调理她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怀孕了，哎，医生我怎么怀孕了？恭喜你啊，你怀孕是正常的嘛，了解我意思吧？所以不孕症没有一个一定特别的处方，好，有我们经方有一个处方，后面会介绍到温经汤，它并不是一定每一个人都要温经汤，而是看他的症状来开的处方，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面治疗不孕症的时候，常常是，我就按照病人现在啊，你现在便秘是大柴胡汤症，我就开大柴胡，啊，你是气喘多少年了哈，我就开，比如有时候是石枣汤，有时候是色甘麻黄汤，啊，我都是用经方了。那有的时候这个病人呢是静脉瘤来找我啊，静脉瘤很严重，哈，啊，月经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调理他，哎，是他我们用那个甘草，这个芍药甘草汤。啊，去脏汤之类的，她过一两个月以后怀孕了，啊，这个，好，那也都是正常的人才会怀孕，好，这是我们从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那第一个条变呢，就是怀孕头两个月，这是最初期的怀孕，好，刚开始怀孕的时候胃里面怪怪的，吃不下东西，好，那摸她脉又正常，最初期的两个月呢，吃桂枝汤就好了，经方你看桂枝汤。所以桂枝汤是调和阴阳最好的处方，啊，绝对不会伤到正气，而是保护正气、培养正气。所以你说，如果说我们现在从《伤寒论》从开始到现在，又回到桂枝汤，大家有个概念就是，你如果希望你的免疫系统很好、抵抗力很强，你没事就吃吃桂枝汤，好，从头到尾，那怀孕都可以吃个桂枝汤，啊，这是怀孕前两个月呢，我们都是用桂枝汤。这个六十天就两个月嘛，有这个症状。如果有医生不知道是怀孕了，你看，以为是不能吃东西，好，就可能肚子里面堵到，吐法给他做个刮地散，好，或喝盐汤，或者是以为说，哎呀，这个人
好，因这个胃里面有东西，好，这个大黄甘草汤或怎么样子，你给他攻下，好，这种折觉之呢，后我们翻译上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就是不要看医生，什么都不用看，因为是自然现象嘛，哈，折觉之他谢绝一些医药，哦，医生，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子，你误治的话会产生，啊，可能会小孩子会流产或者怎么样子，哈，所以你要注意一点，啊，那这是调变上的。我们临床上看的时候呢，大家好摸孕妇的脉，我摸了很多，好，因为很多那个不孕症来找我们看，好，一般来说我们摸他两手一起摸，病人坐在你对面，两个手一起摸，那病人呢，以这个太太来说，女人呢左边是血，右边是气，好，所以常态就是这个女的不管她们有没有怀孕哈，正常的太太小姐呢，左手的脉要比右手脉大。好，血要大于气。男人呢，气脉右手要比左手大。好，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太太来就是不孕症来，结果她右手的脉大，左手的脉小，气脉大于血脉，她就不会怀孕。好，所以一正常人怀孕呢，是血旺气衰的体质的时候哈，你会怀孕，因为我们要靠血来养胎。好，所以说我们在介绍针灸的时候，我们不是补。好，补合谷泻三阴交，老师怎么去记它？合谷是气血，三阴交是血的穴道。你如果是补合谷是补气泻血的话，是泻胎堕胎；你如果是泻合谷补三阴交是安胎。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好帮助大家记忆。好，这是左右的脉，还有呢，寸跟尺的脉，寸脉是阳，尺脉是阴。好，那当你的阴脉比较大的时候，血旺是气衰的时候，胎位是很好的。小孩子没有问题，好，那如果是气旺好血衰，寸脉很大，尺脉很小，那即使怀了孕或者病人有出血的现象，代表说这个小孩子可能会流掉或流产流掉。好，那过去呢，我们还有用脉来看男女，好男女，那为什么这个脉可以分别出啊你怀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好，这个因为原因是这样子。这是阴阳的观念哈，孕妇妈妈的肚子哈，从这边看，这是垫部，肚子很大，这是母体哈，这是后，啊，这是前。因为妈妈是女的，是阴。如果她怀了是男的，这个婴儿呢是这样子坐，背是在这边，哦，腿是弓起来的，啊，手臂是这样，脸在这边，所以面对妈妈的面对面，阴和阳是面对的。就是阳，好，妈妈是阴，这是男孩。女孩子呢，如果怀到是女的，好，肚子在这边，这个后面哈，腿在这边。那怀到是女的话，脸在前面，鼻子在这边哈，好，背在这边哈，腿是这样子做的，好，形状是这样子，好，就是因为形状不一样，好，后面比较，它这后面比较高起来，所以看外形的时候，这个如果妈妈怀到是儿子，肚子是会比较尖一点，上面高一点。如果女儿的话，肚子比较下面，因为腿在下面，因为同向，女孩子跟妈妈是同一个方向，啊，阴跟阴是同向，啊，对，同气相求。那在脉上面呢，好，左手边是女孩子，右手边是男孩，好，所以说你气血的时候，你摸他的脉的时候，哈，如果这个人这个孕妇的脉呢，左手脉比较大，左边是男的，右边是女的，右手脉比较大就是女的，好，就是来分辨男女。大致是这样子，那现在呢，你有没有必要用这个技术？倒没有关系，这个因为怀孕呢不是病，好，不是病，所以你可以让她去验尿啊，或者是做些产前检查，都无所谓，因为不是病。好，那病就不行喽。后面怀孕中间，妇人会遇到哪些病？好，都会有一个一个的处方很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好，所以金方呢，金匮里面篇幅不多，但是。每一剂处方都非常好用啊，非常好用。好，大家来看这一条。一个太太小姐呢，本来就有子宫里面就有肿瘤，有肌瘤。好，经水断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动在其上者，此为真故害也。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病人呢，他原来的前面三个月的月经。好，我们一般来说问女孩子的时候，我们都会问月经。你现在好有漏有流血出来，那我们可能是子宫肿瘤、肌瘤，或
或者是你根本就是这个子宫颈癌，这不正常的出血，哦，或者是你是怀孕的有失血，小孩子要准备流掉了，那你怎么知道？现在在讲这个。一般来说，我们问太太，您多久没有月经了？哦，我三个月没有月经了。但你在没有月经之前三个月月经如何？哦，我在没有月经停掉之前呢，前三个月月经都非常的准时，哦。当我们知道她月经很准时，突然没有月经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怀孕了。如果她月经